建后的新生代在六十年代陆续成长，他们精力充沛，对新事物吹之若鹜。而广播事业的兴起令外国流行音乐大量输入香港，对当时年轻人的冲击很大。六十年代可以说是香港年轻人普及文化的萌芽年代。咁我係俾到我嘅大佬啊，影響到我中意貓王。啊，嗰陣時佢好中意聽貓王歌啦。啊，所以每一次我大佬啊同佢朋友嚟屋企都係播都係播貓王歌。有一日我聽到《It's Now or Never》呢首歌幾好聽，咁我話我問我大佬邊個唱，佢話 Elvis Presley 話佢有唱咁嘅歌，我以為佢唱 Rock and Roll。咁嗰陣時間我開始中意貓王。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1960年嗰時咧，我睇電影睇《Love Me Tender》，睇佢第一出戲，咁睇咗之後好中意，好中意。至而家六就40年啦，而家。嗰個年代咧就係佢著啲衫啦，例如啲頭髮啦好長啦，同埋啲俾啲拖笠係嘛，即係笠到笠笠鈴啦，咁咪仲有佢。唱歌咧就唔係話坐喺嗰度唱嘅，即係周身都喐嘅。所以初期佢唱上電視嗰度咧，人哋都話 censor， 即係冇，即係冇睇下邊嗰度，淨係上邊嗰度。Give us a room with a view of the beautiful ride。阿王都領導好多潮流。係啊。我知佢好似曾經佢當年拎出嚟拍咗出戲叫 G.I. Blue 咧，咁跟住冇幾耐啲人就。興 GI 裝，即係好似短短地頭髮，好似倒轉個刷咁樣。不如我而家咁頭髮。Well, it's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three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but don't you？ 我對啊，皮麗絲裝啊，啲貓王裝有啲咩飛機頭啊，咁樣啊，手裝啊，係啊。但係嗰時我都要試過梳過嘅，但係啲個頭太大有啲，即係唔啱個頭型，所以我又都冇梳貓王裝。但係我都有試下著起啲衫咯，咁啊，啲嘢啊學起跳舞咁樣啦。五六十年代的家长比较保守，他们并不接受子女模仿妈王这种欲身欲世的表演方式。但是当时崇尚自由奔放的后生仔就不知不觉地爱上这种摇摆流行文化了。1964年，多个台风吹袭香港，造成市面多处严重破坏。但是在家长心目中，这些破坏远远不及6月8日这股台风的杀伤力。1, 2, 3, 4。你见我年轻人咁癫，咁狂。哇塞，好远嘅喎，佢哋唔可以埋喺边度嘅。呢度佢喺个飞机落飞机咧，有个大嘅车佢哋走过嚟咯。听人哋好远嘅，都系咁，系好开心见到 Beatles。
做我呢行咧，做 DJ 嘅咧，谂都谂唔到会有啲机会见到 Beatles。How do you feel about all these other groups following your style now? It's great. I mean, they say it's the biggest form of flattery, isn't it? The sound's no different now, but when we first started recording, it was because no other groups were recording in that style. But now everybody's recording like us. 六十年代未有卡拉 OK， 年轻人要唱歌就一定要识弹乐器。嗰陣時可以話係全民皆 band 嘅年代，而年青人嘅舞會更令到本地流行音樂嘅發展有如雨後春筍。嗰陣時可能唔係咁多嘢玩啩，中學生啊、大學生啊都經常有搞舞會嘅，請呢啲所謂樂隊去表演嘅，咁佢哋玩得好開心嘅。我亦覺得我哋成功，因為做了很多呢啲舞會的主場啊，有啲慈善的表演啊，係學校舉辦的，譬如 Mary No 啊、聖 Mary 啊，好多女校佢都有呢啲咁樣嘅所謂樂隊嘅 show 嚟嘅，請好多外來有名嘅樂隊，嗰陣時仲未曾出唱片之前就好瘋狂嘅。我第一次聽 Screaming 都係喺 Mary No 嘅即係 charity concert。六七年暴動之後，政府係突然間即係警覺咗，要幫啲後生仔或者幫啲年青人咧，係將佢哋剩餘嘅精力咧，俾個正常嘅途徑佢哋發泄一下嘅。咁所以先搞咗呢個新潮舞會出嚟嘅。咁咧，我記得第一次就喺卜公碼頭，咁啊兩隊 band 彈嘅，咁我哋就係其中一隊啦。另外一隊就係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啦。咁嗰陣時我記得啲後生仔咧就係非常之踴躍去參加嘅。好中意唱嗰啲歌，一路彈一路唱咧，佢哋一路喺度跳，一路喺度叫咁樣樣嘅，係好開心嘅。卜公碼頭嘅新潮舞會啊嘛，我係嗰個時代嘅前衛嘅人嚟嘅，點會唔去先得噶？哇，好多人噶，好逼噶，就係中意逼啦，就係。咁啊，當時有 Teddy Robin 嘅樂隊啦。有心心啦，杜平啦，杜平嘅口頭禪啊，犀利啦咁樣，就係當時嘅即係經典嚟嘅啦。今天不回家。六十年代嘅後生仔，除咗聽歐西流行曲之外，國語時代曲亦都係香港年青人嘅選擇之一。國語時代曲都係唱中文。聽起上嚟點都有一份親切感嘅。六十年代咧，國語時代曲唔係一個主流嚟嘅，嗰時又有好多夜總會啦。咁你夜總會咧都係以歐西流行曲為主嘅，咁都有啲中式嘅夜總會。
咁都係即係唱國語時代曲嘅咯。香港咧就因為嗰時代好多嘅國語電影嘅，所以嗰啲國語時代曲就多數都係電影插曲嘅。在早期，香港的电视仲未普及，电台广播节目就大受欢迎。嗰阵时系你同我集体回忆中的 Radio Days， 收音机可以话系陪住我哋成长嘅。嚟的呼声咧就系要收费，佢系有线嘅，咁啊每一个月咧就系收$10嘅啫，安装费咧就$25，由朝头早咧7:00一路听到午夜12:00，咁又唔使自己电。有些朋友咧，仲當佢係鬧鐘添。夜晚咧，佢就唔關機。咁到第二朝早咧，6:10嘅字到咧，又有音樂出嚟噶啦。咁啊，一有音樂，咁咪好似鬧鐘咁。嚟啲呼聲我都冇。咁啊，隔離會有。咁企喺人哋隔離窗口嗰度聽咯。偉倫探案啊，當時係成日都追嘅偵探古仔嚟嘅。咁啊，偉倫咧，其實係一個私家偵探嚟嘅。咁佢辦案嘅手法咧非常之輕鬆啊！咁聽起上嚟咧，你當趣劇聽又得啊，你當即係偵探劇聽又得。咁好多朋友咧聽完方明先生嘅通俗小説之後咧，就會跟住聽呢一個《夜半奇談》節目噶啦。咁一開始嘅時候咧，一個好恐怖嘅音樂咧就出現啦。咁跟住咧就由李平富先生咧就負責讀出。夜半奇談呢個劇名出嚟，咁啊聽到呢個劇名咧就已經打冷震，咁啊跟住咧播出嘅情節咧就相當吸引，而可以講係相當恐怖、緊張、驚險，乜都有。夜半奇談咧係好驚、好恐怖嘅，咁又驚又想聽咯，咁即係又怕痕又怕痛咁解啫嘛。我哋播音界冇人睇到噶嘛，好神秘嘅，拍一套叫做《苦戀》。是我太太講的，我太太原著就編了用來做電影，我呢鄧紀塵呢鍾偉明呢叫三王一后，我一王后就是尹芳玲，他對我恩深義重，如果我沒有他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成就。涼茶鋪給我們即、就是幫助我們的成名的成功呢是很大，那也涼茶鋪咧，亦比普羅大眾嘅益處好多。咁唔係個個有收音機噶嘛，咁啊走去涼茶鋪聽。去涼茶鋪咧，一毫子碗涼茶。嗰、那個涼茶鋪佬啊，唔俾你坐夠一個鐘喎，凍曬嘅。等碗涼茶收咗你個碗去。阿生，唔該你俾多毫子。咁一晚起碼要收你4-5毫先得噶嘛，有幾多位啊？电台节目虽然吸引，但系点都系有声无画，而有线电视亦都因为收费昂贵唔算普及。当时最受普罗大众欢迎就系有声又有画兼套套新鲜嘅电影啦，因此去戏院睇戏就成为当时至高无上嘅享受。60年代喺香港上映嘅西片啦，好似《仙鹤飘飘处处闻》啦。真係好遺憾嘅喎，要排好耐隊先買到飛，大概都要成1-2個星期預早買定飛。主題咧又都幾健康，好啱啲即係細個啲嘅人去睇啦。咁就有啲好似有啲學生優惠票咁樣嘅。大嘅西片啊，《Sound of Music》啦，《分墟》啦，《沙漠驕雄》咯，同埋嗰啲咩《鐵金剛》片咯。啲後生仔都有兩極嘅，一種咧就係我哋所謂工廠妹嘅，啊工廠妹咧唔係話個工廠妹我哋睇低佢，而係佢係屬於比較普羅大眾，佢哋會睇粵語片嘅，而讀翻書嗰啲，特別係讀翻書嗰啲啦嚇，讀英文學校嗰啲咧，
好少睇粵語片嘅，多數係聽英文歌睇西片嘅，即係兩種唔同嘅人嚟嘅。咁另外仲有一種好奇怪喎，就係嗰個年代咧睇一啲國語片啊，即係用普通話講對白嗰啲片咧，亦都覺得係介乎西片與粵語片中間，係冇粵語片咁低級趣味，但係亦都咧冇西片咁高級嘅嗰種電影嚟嘅。咁嗰個年代係應該可以講三分天下。有一種叫做飛仔文化喺呢個六十年代嘅粵語片度出現嘅，因為嗰個年代咧就啲後生仔就喺讀呢個翻書啊，即係我哋所講嘅叫做英文書院嘅多，咁啊亦係咁樣就集演咗好多西化嘅嘢，著嘅係牛仔褲、花啲花碌嘅夏威夷恤，頭髮就長長咁樣飛到一個飛機頭咁樣嘅，就好中意跳舞。我哋叫呢一種咧做飛仔咁樣啊，概括咗六十年代嘅成長嘅年輕人，佢哋嗰種即係放蕩啊、放任啊、反叛啊，同埋呢個上一輩有代溝啊嗰種精神。我其實就唔算係阿飛嘅，係我老豆覺得我係啫。咁其實我唔係嘅，我比語片裏面嗰啲阿飛咧，我係好好多嘅，叻過佢哋，同埋冇佢哋咁唔好嘅行為嘅，蝦人哋咯，或者係撩人哋咁樣樣咯，我哋唔會做啲咁嘅嘢，我哋淨係中意玩嘅啫。我同粵語片裏面嗰啲阿飛相似嘅地方啊。打扮啩，譬如花衫啊，咁迷你裙啊，咁樣喇叭褲啊，咁我又係啦，不過我窄啲啦，冇咁闊啦。而家我唔係喺度演戲，我係要同各位講一件比較嚴重嘅事。關於最近作練習講呢件事，我睇你哋都已經聽見過。喺1966年咧，英國麗啲呼聲嘅年刊咧，就俾咗我一個稱號，就係稱為 The First Lady of Television in Hong Kong。除咗做新聞報告啦、天氣報告啦、報時啦，咁就都有主持好多嘅節目啦，《女人世界》、《快樂山神》、麗啲音樂會、麗啲影星咧，當年咧係有好多外購嘅節目㗎，即係外語片啦，即係配音片集啦。我記憶所及咧，就係有職業特工隊啦，就係講啲間諜嘅，咁就俠聖啦，就係由羅渣摩亞主演嘅，咁當時都好風魔一時噶。麗啲影星有一個節目叫做《生必》，咁《生必》咧就初初我哋做 host 嘅時候咧，就即係 Teddy Robin and Playboys 咧，就用咗 Norman 一隻 original， 即係我樂隊主音吉他嘅咗一隻叫 Norman's Fancy。咁咧就係做主題曲嘅，咁嗰個節目當然係好受歡迎。傲天電視舊年喺海運大廈開始播映，一班時代嘅青年歌手正在參加呢個播映嘅工作。無線電視成立嘅時候咧，叫咗我哋喺生必過去 host star show， 咁佢嘅推動力好強，就係佢每個禮拜係有個半鐘頭，我哋就要負責曬嗰個主場嘅音樂啦。咁另外咧，我做埋幕後嘅嗰陣時，我已經揾全港所有嘅樂隊嚟到即係亮相，咁所以嗰陣時嗰個樂隊潮流好勁啦。歡樂今宵係香港最長壽嘅綜合性電視節目。它混合了大笪地和夜總會的文化，透過電視機帶入香港人的家。買了家私有座椅上，家家都有風光。當時時呢，外面的夜總會都是消費挺高的，看電視呢是一個是很大的享受，所以歡樂今宵帶給很多人，每個家庭很多歡樂。我覺得很自傲嘅，因為我啲得八個藝人，波叔啊、鄭君綿啊、綿叔啊，咁啊而家嘅啊肥姐啊、心心啊、秀蘭，我啊兩個鐘頭嘅節目，你唔會覺得悶。喺無線電視啟播之後，電視開始普及，成為香港人生活中嘅一部分，而且仲令香港人大開眼界。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It's gonna happen pretty soon. 香港是弹丸之地，香港人就井底之蛙，很少会有机会放眼宇宙的登陆月球，而是即时我们可以在电视机看到呢，就已经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奇妙的。哇，原来有个媒介是可以是什么呢？将它的触角，令我们的触角是伸展到 去整个宇宙。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震撼的，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亦是导致到香港这个城市就走向国际化、走向宇宙化的第一步，开展我们的眼界见到未来的。Baby, yes, honey. You dig that fuller tonight?